44年一次的大义和节，他们的风俗与信仰就是说，这几天里面呐、啊，跳落去河水洗洗的吼，他就会洗净了一切的罪恶啦。所以大家呢，精神恐慌，所以呢，就是大家要抢在第一天哦，到的人真多啊，怕的呢就是惊你拜不到，所以呢就用推挤的啊，这样的人呐、啊，像这个骨牌一样的哈、哦，啊就安尼打这样的啊，已经也有27人呐、啊。往生34人呢受伤了。其实呢，我们要用正法，像马来西亚慈济人入金藏啊，人人呢、啊、万人一心哦，这样的要把佛法呢真正的吸入了心坎里，铭刻在心板里啊，他们呢一次再一次，从1年前开始就要读书会，先要了解呢里面的道理，然后呢开始啊歌词啊韵律啊，那我们的肢体语言呐、啊，啊，都通通表达出来，这都要这么长的时间去深入去了解。那从大前天将近100人回来了，昨天让他们来分享。分享了他们的心得，每一个人心得都让我非常的感动啊！这么遥远的弟子啊，他们呢能把法都有在心法香哦，那法入心啊，而且呢不同宗教哦，啊也是。人人企业家，人人都很忙哦。为了这一波呢，都是从十方涌出来呀，互相不认识。可是呢，他们就是为了入金藏，可以这样的。1年多来的读书会啊，彩排在个人的地点里。去彩排啊，只要有空间就都可以训练，一直到时间快到了啦，大彩排来时，他们有的要搭好几个钟头的飞机，还要坐好几个钟头的车，这就是这样的遥远地方而来啊，他们呐、啊，真的表达出了在训练这一段时间，实在是用尽苦心哈、哦哦，这个敲心鼓啊，也来表达说哈、哦，在敲了敲了，到底呢韵律如何才能让他呢？哦，这种的鼓声跟韵律呢，可以。这样的调配起来哈，哇，拍了拍了，本来他都是在桌子上拍，有一次回来我就说，滴个滴大腿拍哈，那真的很听话，他们回去，个滴大腿拍哈，那回去了以后呢，开始互相的这样的分享，他就说，忏悔，忏悔，要。大的把它敲下去，有一位他就说：“我要忏悔，
每一锤啦，我都很大力的把它敲，哦，所以啊，敲尽了，哦，用尽了力量呢，要敲尽了我的忏悔，哦，所以哦，真的是大力敲啊，哦，大腿爱呼呼的，哦，他说，哦，敲到，哦，锤都会丢掉，哈，是手压个压袂掉，哈，一敲落去很大，就锤呢就会飞掉啊。他，哦，真的昨天呐，啊，听到他们，然后呢，还有这样年轻人呢，这都不是专业哦，只有我们台湾一位，啊，哈，是在戏剧系读书的年轻人小江，他发心，他说啊。用心就是专业，所以他到那里去哈，带这几个年轻人哦，哦也来表演给我看哦，那一分的翻跟斗啊，那样的人跳过人呐，啊，哦这样的哈，实在都不简单呐，啊，这不是因为专业，他们没有这样的练过哈，他可以呢去给人教教安尼听到，真正是哈。这用心的专业哈，那还有工画师，那工画师真的是很用功啊。这来面头前看，凭自己的哈，安尼这拢点点啊笔哈，这还是呢很有架势。他们苦练多久啊？我就跟他们说啊，你是不是呢？这种的工画师，心如工画师，开始呢意念一动啊，哇，这种很平静的村庄里啊，让你们心一动呢，高楼大厦开路，高速公路、高铁等等，哇，都一直起来了。那你们的心还是乱七八糟的，搞到了那个时候呢，在最极端的浊气重重的时候，开始要回归一湖清水啦，那就是水忏哦，是不是这样啊？啊，是啊，这就是呢，啊，我们。感受最深的到头来有什么呢？是这种工画师，那一共呢将近20人，因为一场需要4个人，四面舞台嘛，一场爱4个人哦。但这一次回来啊，就是那几位然后代表回来的，那所以啊，每一位呢。都是很用心，还有眼睛灵的那一位呢，是一位艺术家。他说，哦：“哦，对他的挑战很大，他有好几次呢要放弃，但是他还是呢这样接下来的这种表达啦，实在是哈很令人那些很震撼呐。他从。”那样的人生的心呐，啊，总是呢这样，哦，被这样的无明哦来安尼改动哦，那扰动啦人心呢，这种搬弄是非哦，那这他也是深深的感觉哦，那真正是。每一个人呐，啊，都有改变，然后那人生啊，人人假如这样的亮丽的人生，我们的社会普天之下世大，不都是调和吗？是啊，有错误呢，就要有法入心。及时忏悔则清净，而不是呢跳落去比身躯搁较乌的水吼，安尼呢要底下洗都会当甲罪恶洗涤吼，啊那么简单吗？
其实啊，我们要相信因缘果报，如是因而如是果，我们一定要相信的啊！这种万众一心啊，真的是，那无共这个时间，那无共一念心呐、啊，能这么整齐吗？不可能的啦！所以我们平常啊，好话多说，好正法要多传。